You got a prize for that one.嗱，過去呢個週末咧就係 Whistler 咧今個 ski season 最後一個週末啦。咁通常咧都有個傳統咧，最後一日咧就會有呢個 slush cup 嘅。今日咧大人細路仔咧都係好悉心打扮嚟開 party 咁樣嘅，滑唔滑得過個水氹咧就一回事，最緊要咧姿勢同埋服裝獎攞分先嘛。slush cup 咧就係咧你。穿着 ski 或 snowboard 都得，滑落嚟咧系要冲过一个水凼噶嘛。呢个虽然失败，但系姿势分攞晒啊，转翻个360先落水。呢位男士雖然失敗咗，不過佢嗰套仿似比堅尼嘅 ski wear 咧，值得俾個獎佢嘅。呢位仁兄 ski 咧就好有姿勢啦，不過跳嗰陣時咧，基本上係自殺式嘅。中場的時候還有些免費的禮物派給啲觀眾的，不過呢就有個小插曲了，我們隔離呢有位小姐姐呢為了搶這個免費禮物呢是整個撲直的。好，看回啲成功的參賽者先，這個呢用 ski 滑，雖然呢就濛水一點，但總算呢是到了終點。Snowboard 咧都有成功嘅參賽者嘅，都滑得唔錯啊！呢位啊真係好勁啊，滑得好順嘅，直情咧佢過完嗰個水塘之後咧，可以一路滑到落去山腳嘅。我留意到基本上咧，個到個水塘嘅咧都係平板咁樣衝落嚟嘅，冇嗰個衝力咧，好難過到個水塘嘅。嗱，今个星期一咧就轮到去 Grouse 搞呢个 Slush Cup 啦，到时唔知会唔会见到你咧？